没有什么意义啊，销售我们也不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啊，可能会通过其他方面啊去作为鼓励啊之类的来进行这种经营。说自己逼自己一把啊，没说业绩不达标，主管自己买的，目的可能就是啊，的确啊，你可能也听到视频了，听到视频里面有只有几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看自己的。